目光投向这边，支棱起来，支棱起来，自古以来，人数稍大的群体都会通过歌舞、游戏、吃吃喝喝，增进集体团结。今天这被叫做 party。party 成功与否，开始的氛围决定了一半。来呀，来呀，舞长，胖哥，来呀，来个灌口，我不灌了，不灌了。热场可是门技术活，没点社交天赋，可不敢轻易下场。我这人吧，就有种责任感，就是当我觉得在场好像没有人特别热烈的时候，那我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。放点张强的歌啊，来点 disco。这是张强，张强来了，强姐来了，张强来了，欢迎强姐登场。强姐好，强姐，真像，真像。你这恼人的酒疯，每一次集体活动其实都是很艰难的，可能我在里面比较的调皮一点，其实最怕就是人跟人之间不交流。我发现很多六零跟七零想做的事情，很多九零跟零零不想做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八零年中间的应该要让他们跨度一下，链接一下，把气氛搞起来。有点甩那个头。咱俩走啊，走啊！你信我信我。我跟小赖去跳。哎，你华尔兹你会咋？我不会啊，不会，跟你们就这样吧。哎呀，小赖和汉哥啊，汉哥，我觉得看他们两个跳挺好玩的。哒哒哒，二三哒哒，一二三。行啊，这个，你跟拉拉试一下。来呀，郭老师，这样，对，我这扶着腰是吧？来吧。